恭喜李又廷，千禧王的冠军。恭喜李又廷，第一届森林之王总冠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华茂的李友廷。企鹅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可爱可爱笨拙笨拙，但是它其实一跳到水里面，在它擅长的领域中，它就可以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在里面游来游去。来参加这种选秀节目，可以逼自己去做出产量的，然后让自己快速的进步的。其实我有听过李友廷的音乐哦，对，他其实是一个吉他弹得非常好，尤其是木吉他。我觉得李友廷今天没有拿出他最让人家吓到的东西。Come on, baby, don't think about it. You're craving to be like it. That whip against your body is gonna be.
我不要爱的宝宝，我不是没有人要割裂的胸肌，如果你还想靠，直到爱消失，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，只是它早已离去。直到你想通，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，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，所以你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？直到爱消失，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，只是他早已离去。Yeah, yeah, 直到你想通，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，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吧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，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？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？在 finger style， 渐渐逼近的步伐，带着危险的节奏感，
他不屑地看了一眼按下拨通开关，隔壁突然传来贝斯声响，此刻的气爽把别人当作笑话。表面上敷衍口等我走，就偷偷把音量转高，对你有礼貌你却拿翘，请不要糊弄我，糊弄我当成我都不知道，把音量转小。就是会那么错，你有礼貌你却拿翘，哦哦哦耶，他学你有事吗有事吗，人话听不听他都把音量传小。我就记得 我曾经 跟友婷说过，你只能唱自己的歌，你今天唱自己的歌唱得太好，唱得非常好。做才能够让心情好一点，其实很想大声拒绝不切实际的安慰，我需要有个人承诺会带我走远，你应该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。总就要一个人学会让时间沉淀，算了吧，难过到这边就好，还是会想到一点老人的小事情，偶尔放纵他们也陪我把绵羊梳遍野，我需要有个人承诺会带我走远，你应该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。算了吧，想说算了吧，可能需要一个难振奋的新闻点，早点播电话快点通，黑夜快点过，人就
谢谢友婷的演唱。友婷，你刚那一刻我都想嫁给你了，好帅，你好帅哟！你要问人家想不想娶你啊？好不好？拜托啦，就一秒就好，登记一秒我们就离婚。友婷让我惊艳的很夸张。惊艳的很夸张，你懂我，我相信，我相信有没有？我相信佑嘉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你刚刚表现真的很好哎，我的妈呀！我觉得佑婷这个这样子很正常啊，你是第一天看的，我觉得他应该这样的，因为刚才第一首歌就很好，那这首歌更好，因为我以前没有听过，就是说我希望。如果来比赛，就要尊重比赛，好，不要前后不一，好不好？这样会造成你看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你我觉得你欺骗了很多的导师还有观众。对啊，还是你今天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是重复，自己就是全部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直到我遇见了你 ，girl。一个眼神交错，请你别再对我保留太多一点线索。Oh yeah yeah， 月光最闪亮的一颗星。你是一次世界最美丽风景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全细胞不会告诉自己，渴望我想要你全部的全部，你让我醉得抓狂，都因为你，都因为你。你后退，我往前，走两步再转个圈，享受着与你的共舞。你满足我所好，这个游戏多好玩，除了你还能够爱谁？你后退，我往前，走两步再转个圈，享受着与你的共舞。你满足我所好，这个游戏多好玩，除了你还能够爱谁？谢谢友婷，让我觉得友婷老师的那个创作的那个他的那个技巧，还有他敢去唱那个高音的那个企图心，让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给他加分。友婷老师这个东西很高级，真的还蛮厉害，而且是那种唱片公司听到这个 demo 会马上买下来的歌。谢谢 L 老师。在原地停留，
别再犹豫，走进我的心。谁能够找到我，在人海中流浪，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。谁想要找到我，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，让我知道存在。谢谢友婷的演唱。我觉得友婷刚刚这一段表演，讲实话，我刚才我快哭了，我快哭了，我就连现在我都还想哭，因为那种感动，除了你现在带给我们的作品以外，还有这个时间累积的一些情感。还有看到你为舞台的付出牺牲，怎么讲呢？我很感动，很感动。然后你刚才唱的小小的，在那边好像在房间里也好，在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，但是我仿佛去到了一个宇宙这么大，那个空间，那个空灵，那个气场，是因你而牵动一切。所有人的心被你挂在一起，牵连着在一起，你的呼吸，你的心跳，你的情感，你要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感受得到。谢谢，非常珍贵，非常珍贵，我好爱你的作品。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段过程，然后我从中学习到很多，然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不负众望更好的表演者，然后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一直做音乐，做到很老很老的时候。我就是森林之王，帮森林之王整理一下意思。
无理。